年夜饭的第二道菜椒盐蚕蛹，这菜喝酒下饭都嘎嘎好吃。首先我们把买回来的蚕蛹用清水洗去表面的灰尘，然后冷水下锅，加入盐煮出来带点底味，开锅煮七八分钟就行，捞出来用凉水过凉，这样能切住。咱们在中间切开，看到这个黑的了吗？拿出来不要了，然后把切好的蚕蛹找个毛巾包起来，把水转一下，不然水了吧叉的。全部转好以后撒上淀粉，多撒点，拌匀乎的，像这样就行。五成油温下锅炸，全程大火炸，炸到外边这个壳用手一捏酥了就捞出来。锅留底油，下干辣椒段，小火把辣椒段炒香，别炒糊了。加一把洋葱末，一把尖椒末，倒入炸好的蚕蛹，象征性的翻炒两下，撒上麻辣鲜，这玩意儿多来点，闲个阵的喝点啤酒那都没谁了。翻炒均匀出锅，煎蛹你就像我这样做，一上桌都抢着吃。